Happy Happy Hallowe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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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ppy Happy Halloween Happy Halloween 哎，又到了一年一度 Trick or Treat 的时候了。在今天的万圣节，洛杉矶湖人队终于拿到本季首胜了。没有想到湖人队他们也会一波流，进而带走比赛的胜利。另外一场同样来自于洛杉矶的快艇队要出战鹈鹕，面对 Zion Williamson 这位体能劲爆的怪物状元，快艇要如何抵挡呢？哎，话又说回来，湖人的下一胜千万不要等到明年的万圣节哦。体坛分析师又到了罗宾车坛的单元了，罗宾跟 Kiki 两个人要一样的为您送上一起方程式赛车墨西哥站的赛后报道，还有西班牙的 Rallycross 的赛事分析，高尔夫美巡赛的百慕达锦标赛，以及法国羽球公开赛，台湾好手都有倍儿棒的表现哦。世界上的所有大大小小精彩赛事都在今天晚上早早晚晚的 Eleven 体育家族斯波特运动休闲频道体坛观测站。 I see you tonight。